Hello， 你们好呀，我是姐姐六六。我们现在收工了，十二块钱，他就是还有钱。他剩下38，还是我们三个人多一点。林英老师，阿泰，开了。这快啊！哇，还有两个人。小哥哥把车不知道停到哪里了，然后现在带我们要逛商场，我们要找一圈。是快递了。